眼看着秋天的脚步越走越近，夏天就这么明着江淡了过去了。尤其是前几天北京还下了一场雨，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，温度更是降到历史新低，爱美的兔兔也只好乖乖的穿上长裤啦。还是保命要紧，毕竟人老了经不起折腾。来自90后老阿姨深深的叹息，话说一年四季之中，裤子应该是大家穿着率最高的大品。老板总是在想着穿什么裤子不好看，讲真的，你们有认真了解过自己的腿型吗？知道自己适合什么类型的裤子吗？来自灵魂的拷问，就知道你们一定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，让贴心的兔兔来小小的科普一下。我们就先来认识一下自己的腿型。根据腿型选择裤型，不是每个人都有笔直的宽字腿，一般情况下腿型分为以下四种。正常腿，最标准的腿型，两腿和膝盖内侧面向接触，看起来腿很 GX 型腿，膝盖可以并拢，小腿和双脚不能并拢 O 型腿，双脚可以并拢，其他地方不可以 XO 型腿，小腿不能并拢。知道了自己的腿型，才能更好的挑选合适自己的裤子。那不同的腿型它配什么款式的裤子呢？和兔兔一起来看看吧。校服虎修身的校服自带修仙气质，和平底鞋最般配，简单的卫衣就可以轻松驾驭，束脚的设计更加清纯运动，阔腿的校服裤是上度的给，特别适合 XO 型腿和 X 型腿，搭配运动鞋和帆布鞋都可以无缝对接，裤脚开个叉露出脚踝，更显腿长。南方的朋友们可以这么穿哦。推荐搭品爱住之山点秋香 88.9 人民币小黑裤，入秋后小黑裤肯定是要人手一条了，作为又舒服又百搭的时尚单品，怎么能少得了一些款式呢？为老百姓的小黑裤特别适合 XO 型腿，可以完美的修饰小腿腿型，而且显瘦百搭，搭配厚底的松糕鞋还是运动鞋，都是妥妥的潮味十足。搭配高筒袜还可以保护脚踝，既保暖又有型。直筒的版型对腿型的要求就比较高了，除非你的腿很好看，不然就不要尝试了。穿上小高跟又变大长腿又显瘦，全都满足了。还有小女人的妩媚，搭配帆布鞋就很青春活泼的感觉，牛仔夜料也很日常，烟管裤特别适合 O 型腿，上宽下窄的设计把腿型缺陷完美的掩盖住，打底衫塞进裤子里，腿长1.8米不是梦。哈伦裤也是完全不挑腿型的一款，风衣大衣都可以完美驾驭，走路带风，气场全开，搭配小皮鞋或是小白鞋都毫不违和，可帅气可休闲，随时切换，风格多变。推荐单品爱圣卓雅淘淘家 59.9 人民币格纹裤，每年格纹都是不会过时的元素，今年也不例外，裤子当然也要赶上这波时尚，深蓝色的格纹完全不挑腿型，什么身材的 MM 都可以驾驭，上衣搭配针织衫，复古味道十足。直筒的格子裤简约随性，搭配休闲风的搭品都是 OK 的，颜色鲜艳的帽子或是扎眼的鞋子都让你分分钟变身街头潮人，怎么拍都好看。纸带裤的版型既可以显腿长，又可以遮腰部的肉肉，对身材要求也不高，搭配小皮鞋或者穆勒鞋，瞬间感味十足，很有型很特别。腕裤脚的格纹更添了一丝活泼的气息，也不会显得老气，很有质感的套装，搭配同色系的单品更能彼此平衡。推荐单品爱螃蟹巷72号79人民币阔腿裤，阔腿裤的热度不用我多说了吧，简直是大女主必备。牛仔的面料日常百搭，一直到脚底的长度，让你和大表姐一样腿长，小个子女生的福音啊，身高不够那就裤长来凑了。运动阔腿裤可以温暖软萌，又可以变身雅痞少女。